请工作人员计票。袋鼠奶球选择了一首时下特别火的歌。跟奶球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俩到现在从来没有好好介绍过自己，我俩就想上来好好介绍一下自己。来，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 B-boy 奶球赵鹏鹏。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贵阳的袋鼠陈正义。两位怎么想到会要编这么一个？我们就想简简单单表达我们两个对我们队长的爱。因为上一轮宣布赛制的时候，我们俩就是号称二宝组合，然后我们俩就没把这一场当成比赛去跳。对，就是我俩关系实在太好了。奶球是我在这个节目收获的一个宝贝，因为我俩之前真不认识，但是我俩来了这儿，我俩就性格特别对味。我觉得挺开心的，这个尤其这两个那个朱碧石，这个视觉冲击力确实挺大的。其实他们俩的性格差距还挺大，没想到他们的两个人的化学反应有这么好。但我有一点搞不明白，我就说奶球，奶球是，奶球就是，你什么？你跟自我跟我自我介绍的时候，你说过你叫奶球了吗？我海选的时候 battle 了七轮，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所以我刚才我跟袋鼠说，我上台咱俩先别说别的，先做个自我介绍，上一场就忘了，然后这场先介绍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想选择这个音乐然后跳二本是你们自己想跳的还是他们自己觉得？我觉得好冒险，特别冒险。对，最开始小猪哥介绍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看奶球跳二本是什么样子，也在我意料之内，我觉得也还不错。然后我看袋鼠跳二本就那些 bounce 就还是 hip hop 的感觉，对，但是也是另外一种二本的风格，我觉得就也还不错，对，也挺好的，挺好的，变成也还不错，也挺好的。我相信在这一次2018年将是你们最难忘的一年，然后我相信奶球也因为这个节目，你也接触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格的舞种，在今天我看到你的成长。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海选一位 B-boy 选手的时候，我说叫你不要碰地，我要你坐上身，你旁边摸摸啊，他叫别碰地。这个不碰地对 B-boy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但是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迷思，要让别人觉得你们每一个舞者什么舞都会，这样的舞台才会更大。然后袋鼠以前从常说我很少夸过你，因为你很好，我怎么夸？如果今天你要我从这两个里面选择一位，刚刚他们说的很直接，但其实每一个人心中说到那个人的名字听到了，多少还是会有点难过。小猪哥，你将选择哪一位呢？罗队，真的我俩谁走都无所谓，给我们来个痛快的。我的选择是街舞文化不能缺少 B-boy， 我留下你。其实我觉得在一个真正的街舞的文化里面， breaking 是缺一不可的，它必须要存在的。再来，袋鼠这个节目让大家认识了你，但还没有认识奶球，我希望可以多一份舞台留给他，让他展现更多的你想展现的东西给大家看到。只有奶球才是能终结我的。其实我来这个节目，我今天就想借着这舞台说几句话。第一句就是刚才队长说的，就是 No B-boy, no hip-hop， 没有 B-boy 就没有现在的街舞。对，其实我来到这儿，我就看到每一个 B-boy 都去学别的舞，其实这就是牺牲了自己的强项去学习别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尊重、和平和爱，就是街舞的精神。然后第二点就是
是谁说的 B-boy 不能学别的舞，我觉得这句话今天就可以消失了。我一定要证明那句话叫做潮流易变经典永存， B-boy 就是 B-boy。 好，没事没事，蛮好的蛮好的，能走到这儿蛮好的，谢谢罗队，一首凉凉送给我。没有什么遗憾嘛，至少今天又夸了我一回了，是吧？所有人看到我的反应都是开心的。老师你好，我是袋鼠。那他今天的内容是丰富的，是喜欢的，有没有人不服？因为之前那个100斤49是现在在这里的所有人把我叫回去的。哎，我就谢谢所有人。从一个就可能只是地方性的一个小电台，通过这些平台走到现在，很多人都认识我。知足，人要学会知足了。我说了太多话了，走的时候就安安静静的笑着走。不管今天淘汰的谁，但都不舍，真的要选择。我只能留下一个在街舞环节里面缺一不可的，就是 breaking， 它更代表了街舞。恭喜奶球进入全国12强。接下来今晚的最后一组，有请亮亮和蛇男，大家仔细看啊，这肯定是现在为止最好的一个作品。我跟蛇男是第一次以两个人的形式去搭，所以我跟蛇男就达成一个共识，去挑战一下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希望给大家一些鸡皮疙瘩触到心灵的一些东西。我可以跟他做这个，泽哥的。我想看你做这个。他想看你。这个我不会做，我真的没练好，这个没练好。那你什么呀 ？Isolation， 第五层是吧？第几层？协调。第六层吧。是这个是吧？没有这样。那你我不能试一下。这个好，过瘾。试一下吧，一起来亮亮，我们跳。一二三，哎，他们吧，现在可以啊。没有，你要把那。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